玉里的年货大街去年首场活动开办之后，是受到了在地居民的欢迎。那么今年再次举办，时间是在2月3号到2月12号，为期10天，并办理消费5家以上的摊位各满100元就送出摸彩券。那么大奖是有电视机以及直立式冷冻柜等好礼。玉里镇公所也欢迎民众前往采购。还记得去年玉里菜市场前的年货大街吗？大受好评。今年玉里镇公所继续打造年节氛围，举办为期10天的年货大街展售活动，超过30摊的商家提供民众选择。那我们在2月3号及2月到2月12号办理年货大街，那活动呢，展售摊位很多元。而且很丰富，很具有特色。2月3号到2月12号为期10天，并且也办理消费5家以上的摊位各满100元，就会送出摸彩券。大奖有大电视机、直立式的冷冻柜等等的好礼。有购买的话，我们在商家盖章，凭这个券，我们可以摸彩，有摸彩的活动。玉里镇公所表示，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，在公有市场停车场，也就是和平路与中山路间段开办年货大街，希望镇民们都可以开心采买各式年货，度过丰富又愉快的新年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